瑶瑶，瑶瑶，你等等我，瑶瑶，瑶瑶，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，现在高原到底怎么样？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声不响跑到朗家去了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做事这么鲁莽会害了高原的。这是我跟高原的事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现在朗家的情况有多复杂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不然让我告诉你，找个机会离开朗家。哼，这恐怕是你的意思吧？我对高云付出了这么多，牺牲了这么多，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不把我当人看呢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高林已经知道高原变成植物人的事了，他让我再也不要去他那儿了。他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说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他自己听见的。说起来，真怪那个破警察，他一来就问高原的情况。我本来还想瞒他的。警察？嗯。
他好像已经知道了高原混进郎家的事儿，怀疑东怀疑西的。你知道那警察姓什么吗？好像姓罗。讨厌的人。你认识他？先甭提他了。现在啊，你快稳住高林吧，要不然高原做的所有一切都白搭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让他去见郎涛？现在他不知道真相，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到时候就算高原把他的亲生父亲找到了，说不定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瑶瑶，无论如何不能让高林知道真相。我们很难想象他知道真相以后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稳住他吧，近期高原也不会有机会来看他姐的。那警察事情交给我好了。也不能让高原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他姐现在的状况，他会受不了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吃了？不好吃吗？啊，可能最近有点累。那就多吃一点，上课那么辛苦。你多吃啊。喂。啊，好。我这就过来，哎，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学校的事儿，我得着急回去一趟。怎么又有事情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改天再陪你吃饭啊。喂，瑶瑶，你在哪儿呢？对，我在医院，快点等你啊。好，高林，护士，高林没在病房，你们看到他没？没见他经过这里。那你们帮我找找好不好？好。坐楼顶上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秦夫人，放开我，我不会跳的。我如果要跳，就不会等到你上来。还是回去吧，这风太大了。怕什么？你现在不吃药，你身体不要了。身体本来就治不好的病，非要治，现在好了，把高原也拖累进来了。不是说好去看高原的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如果你这身体不好，感冒了怎么去看他呀？建辉，你带我去见高原吧。好了，
我已经给瑶瑶打过电话了，她马上就来。卓瑶瑶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医生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马上把他送回病房。没事，师傅，没事了，那我们这到底怎么了？瑶瑶，你带我们去见高原吧。怎么了？电话里不说好的吗？瑶瑶。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见都不让我见吗？不是我不让你们见，是连我也见不到他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不过你放心，高原现在很好。你是说，他现在在老师冒充别人大少爷？好了好了，只得高原没事就好了呗。卓瑶瑶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姐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说了这么多谎话，你瑶瑶怎么相信你？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女孩，高原跟你在一起我很放心。可是我错了。看看高原跟你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，去冒充别人的大少爷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诈骗。我说警察为什么要找高原呢？是你让他这么做的，对吗？肯定是，高原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姐，高原都是为了救你啊，为了救我就去骗人去犯罪，那我愿意去死。卓瑶瑶，你赶紧让高原给我回来，我不能让他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了。还有，从今往后我不让你再见高原，不让你再接近高原半步。姐，我不是你姐。瑶瑶，对不起，高原现在情绪比较激动。姐，这里面有太多误会了，我一时也说不清，我也不想再说了。你不想见我，我走。你想见高原，我一定会尽量想办法的。为了你的病，你一定要记得吃药。高原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慢走，先领几杯。啊，我找人，请进。雪曼，早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急着有点事儿耽误了。姐你好，请喝点什么？啊，咖啡。请稍等。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了？你知道你的调查带来多大麻烦吗？麻烦？哪方面的？你别跟审问我似的。由于你的出现，高林已经知道他弟弟高原变成植物人了。他现在已经拒绝接受治疗了。那是个意外，我已经拉着高原的女朋友到小花园去谈了。你谈什么谈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到底在怀疑些什么？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我所说的一切你都不相信。你要心理上有什么过不去的，你可以来问我呀。你为什么折磨一个得了绝症的人呢？人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心理上过得去吗？
这里边有疑点。好，因为你的一个疑点，一个白血病人已经拒绝接受治疗了。你所有的疑点只不过是庸人自扰，知道吗？朗涛和高原的事我早调查过了，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呢？停止这一切。雪曼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？所以你才想让我停止调查？你这人可真够疑神疑鬼的哈！当然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权利阻止你去调查，我只是想把你造成的后果告诉你，我看你良心上过不过得去。雪曼，雪曼，雪曼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啊，谢谢，不用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还没买单呢。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安记者，你来了。什么记者？记者呀？啊，雪曼，你说我是为什么呀？都已经说好了，要再商量一下的。结果你可好，一下子全告诉高林了。我能不告诉他吗？他都上楼顶了，要是自杀了怎么办？高原做了这么多，不都是为了探姐吗？行了，别喝了，让我喝。韩记者，著名的韩大记者，你来我这儿了，你想喝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喝什么？我不喝，我不会喝酒。我看你也别喝，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？韩学曼，我告诉你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以后千万不能喝这么多了。雪曼，你说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帮他隐瞒，我照顾他姐，为了帮他姐买吃的，排了三个小时的队，我图什么？冒险潜入狼家，混入狼室，我为了谁？结果。他让我离开高原，我为什么？高原。
我姐呢？瑶瑶她现在怎么样？哦，知道，我会处理的。先这样吧。你叔叔那边好像有什么新动作，他喜欢动就让他动吧，反正这个总经理当不当我也无所谓。老爷子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就不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吗？是真的？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希望行程保密，不过他回来第一时间会来见你的。如果他回来看到一个主动放弃的老头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嗯，哎，他还一心想把老师交给你。浪涛，你好好想想，什么决定都不是那么轻易下的。有些事情已经坚持了这么久，你再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外边乱，那是外部，关键在于你自己。如果你选择放弃的话，那当初为什么要开始呢？嗯？那你当初就没有必要回国，也没必要当这个总经理。说的对，有很多事情挺一挺，挺一挺就会过去。放心吧，就算你叔叔他开董事会，也威胁不到你。看来这次朗振松要动真格的了。董事长，你怎么打算？看来我该回去了。姐，姐。病人他到哪去了？哦，高林啊，他好像在花园里。哦，谢谢啊。去把高原找回来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怎么去找他呀？如果你非要见他，我让他来看你好不好？那你把他叫回来。走，先回去。
徐曼，别忘了给高原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打给他的。我们先出去吧，让他休息。好。哦，刚才有个女孩来找你们，你们没遇见吗？啊，谢谢你啊，我去找找看。小燕进去了。喂，雪曼，我现在在开会，我待会儿打给你吧。好。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议。想必大家也知道，前一阵关于朗涛总经理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，对我们公司的股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。鉴于朗涛总经理目前的身体状况，不再适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，我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特提出一项议案，决定罢免朗涛担任的总经理一职，希望能够得到董事会的通过。朗涛，叔叔做这样的决定也是不得已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。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这里有一封朗振怀朗老爷子亲笔授权的委托书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朗老爷子不在公司这段时间内，如果董事会召开什么会议，他的股权委托我全权代理。郎副总，您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有老爷子亲笔签名。所以，在郎老爷子回国之前，总经理这一职由朗涛继续担任。张伟华，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从小在我们朗家长大，陪着朗涛，现在是总经理助理。这是简好听的说，往难听里说，你不过是我们朗家的一条狗，一条从小养到大的狗而已。我要问你，我大哥凭什么把委托书交给你？凭什么他这么放心地把他的股权交给你来处置？又凭什么让你拿着这份委托书在这里发号施令？老副总，首先，我在这个公司的职务是行政助理，这是郎董事长郎老爷子亲自任命。其次，您面前的这份委托书也是由郎董事长郎老爷子亲自签名的。哼，这上面的签名是不假，我认识。不过，我特别想搞清楚
郎总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署的这份委托书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董事长因病出国治疗，谁能够保证郎董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份委托书？有谁能保证他不是在别人的胁迫之下签署的？董事长当时很清醒，他是怕您胡作非为，所以才把这份委托书交给我，让我在紧急的时刻拿出来。谁能证明弹劾朗涛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，而裁掉你是因为你心术不正？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老师。让谁离开老师啊？董事长。大哥，大哥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委托书没有用，我总该有用吧？以后再开董事会，要有点实质性的、有意义的内容。散会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这样做完全为公。有什么话，以后再说吧。好吧。还记得我吗？看来你忘了。说句话呀，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说句话好不好？高林，你别这样了，我刚才已经打电话给高原，他说过两天一有时间就来看你了。过两天，过两天是多久？他现在身边是朗涛，
不是高云，不是说能想出来就能出来的。他都干了些什么？高玲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不怪高远。当时我在医院，不应该让他跟朗涛互换名字。如果我能阻止他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的。谁都没错。高林，我理解你担心高原，可是高原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不好好治疗，那他做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冒这么大风险一点意义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雪曼，你别说了，让姐静会儿吧。知道，我都明白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再等两天吧。他不是要来看我吗？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带他来看你。那就好，高玲姐，你以后啊就放心养病吧。瑶瑶，嗯，姐前几天情绪有点激动，对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先瞒着你的呀。别再争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姐给你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当时我要是你啊，骂得更难听。你已经很给我面子了。傻丫头，行吧，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会儿。联系上我爸了吧？平叔已经送他回郊外别墅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要去找他？董事长吩咐说，他需要休息。等他休息好了，他会跟大家见面的。他现在谁也不想见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把他的儿子也归在大家里面，是吗？我的医疗水平虽然先进，但是西药的副作用也很大。你看啊，你的脉象忽沉忽悬，极为混乱。忽沉忽悬，我奉劝你在这种时候就不要操心老师的事情了。哎，这两个孩子一水火，就是救了朗氏啊。华子经常跟我保持联系，他说朗涛要见你，你为什么不见？这也就是我矛盾的地方。老爷，少爷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好的。平叔，爸，您怎么不让我来看您呀？过来，坐下。
你吃苦了。今天要不是被你叔叔逼向绝境，我是不会出现的。我不愿意让你看到老爸现在的这个样子。爸，谁不来看您，我都得来看您。我可是您的儿子。哎呀，爸，跟我回去住吧，我还能照顾照顾你。你不要管我了，把朗氏管好就行了。朗氏我会管好的，您我也要照顾好。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平叔让我在这静养些日子，等我再好一些，我自然会回去的。你就放心吧，啊，爸，您要有信心，只要找到病根，现在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。儿子真的懂事了。爸，我这么急着来看您，其实还有些事儿想问问您。什么事？我这一失忆，有太多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，有一些华子可以告诉我，可有一些我跟您之间的，我就只能来问您了。要问什么，你就问吧。您就我这一个儿子，是吗？你怎么能这么问呢？就是觉得，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，我好像有个哥哥，或者姐姐什么的。不，你没有哥哥姐姐，就你一个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您跟我妈之间都发生了些什么？天天可以看见你，有你我们就能快乐无比。